上班，嘛已经十冬的时间啊！到底当时靠人了要来搞我学生，我才当早日跳出这个苦海嘞！这种日子到底是要等偌久啦？哎呦，唔当的欢迎啦！哦，今日才罕见。我跟你讲，我今日准备的哦，哦，这身材足好诶，哎呀，这官多跟你差不多，而且哦，足够唱歌哦。我随替你安排你等我一下吼。哎，依婷啊，依婷。我伫遮，我伫遮。来，安怎啦？安怎啦？唔是我吗？哎，你无看一下，人黄董这新冠汉草吼，配怡婷多好。你看两个吸水的衫，搁穿同款对不？啊，你等一下吼，来。来，看得上好啊。来，好啊，就好人客哈。好，无问题。阿母唔是啊。搁等一下，等一下安排啦。哎呦，亮董，哎呦，这久无来啊，你这罕见啦。真的无啦？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今日来哦，我跟你准备了，安尼拖动啊拖动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吼，阿妈足水，安怎？啊，对对，就是伊啦，一片来来来，亮哥，亮哥，啊，这个也当无？我最喜欢帮助失学少女。哎，亮哥，我中文系的啦。我去后面背99乘法表。好久吼，好不问题。希望你可以提下。好，安娜啦。王董，你奈足久拢未来？吴董，你奈足久拢无来？哎呦，你来这安尼这配啊，你啊，咱新郎新娘，咱安尼，啊不，无啦，我跟你讲，啊我拄着听着讲你衫同款的都来配一对啊，不是？啊对，啊我今日身份无同啊，我今日是替安排公关安尼啦，妈妈送啦，今日我这个嘛足水的，多钱？啊，你不看？我都好。哎呦，小戴，嘿，什么代志？小珍，你哪里家？喂，你误会啊。是足侪人讲我像小珍，啊！你跟我查某囝同款啦，就讲的吗？你就要求你查某查某囝来这上班？不是啦，瓜董，你袂当安尼讲，头前你拢配一对，啊！你这个身材，你这个汗臭，你这个面膜啊，配多好啊！啊，拄好因为像恁查某囝，所以咱有型啊！啊，你青菜干才会遮金嘛！你是头壳歹赢啊！安怎？我是迄款人，哎，我是好型。哎，我唔是无人性。哎，先做咧。这我查某囝咧。啊，一模一样，这件条以后无爱来。啊，不，我这就改油了嘛。啊，你我跟你讲，你小姐姐，啊，你先和恁查某囝陪你姐嘛。哦。我来后边还佫瞧一下。你瞧一下。好啦，你先坐啦吼。啊，因为你先交代一下啦吼。是。啊，唔通有瓜当的生气啊。我知。我唔是咧生气，因为你长得很像小珍。这个爸爸来这种风月场所看到你就有点不是，啊，所以很奇怪嘛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救我出去。我伫这已经十冬啊，特别人客来看到我就走，来就走，啊，我拢伫这无得跳出苦海，拜托了啊，你也搞我小心呐。是，讲嘛是，那无小心，伊逐工伫这店的，我就免来啊嘛。拜托个啦，阿母讲吼，一万块就会使。一万块？嗯。哎呦，安尼，我来替你小心。好，你以后卖伫这间店。啊！无我入来看到阮查某囝，安尼足奇怪，是不是心内怪怪？对啊，对，你叫迄个妈妈上来。哦，妈妈上，是办公上嘛？什么叫妈妈上？你是怎样？唔知爱叫阿母？阿母，哎，小心不带劲，哎，搞蛋哎，你。是恁老母哦。哎，在行规里面爱叫阿母。哦，妈妈。不啦，阿母。什么代志？瓜当诶，安怎？瓜当诶，讲要搞小心呢。哎呦，瓜当诶，你
个小心呢、嗯。我知啦，你嘛袂安尼，因为她长得太像我女儿。哦。她每天让电梯家，我都免算啊，歹算。我小心啦。哦哦，安尼，哎，来来，阿芬啊，来来，我跟你讲一下。啊，重点是这。啊，有巧合不？巧合啊！哦，阿玲，我都放心啊啦。你之前讲一万块都会使啊。刘生，我再讲讲一个，一万块啊！一万块，没有啊？这，好，拜托的，这真正是食米唔知影米价呢。今麦什么拢去通货膨胀呢？迄一块的美金换偌济？我你敢知？$33呢？啊，你今麦一万块是要踢吹气棒哦？啊，上少买十万。啊！十万块。赎身费竟要价$100,000，花哥会说出什么惊人的话呢？拜托的，你是我的希望。咋办哦？嘿，咋办？哎呦，来修复修复，快来快修修这。阿三啊，你不是要分修复？哎、我才招呢。我真要钱。我是讲你要分修复嘞。什么分修复？我去车顶开指标给你。啊，多谢阿东的。哇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十万呐、啊！啊，阿母，是阿母，让我自由啊！啊，恭喜你啊！自己无求来，失去了幸福美满的。伤心。